这是 Mavic 3的桨叶，这是 Mavic 4 Pro 的桨叶，这是 Mavic 3 Pro 的遥控器，这是 Mavic 4 Pro 的遥控器，这是 Mavic 3 Pro 的云台，这是 Mavic 4 Pro 的云台。大疆新发布的新一代无人机 Mavic 4 Pro 的升级的性能基本上都体现在刚才这几样东西上了。它在分析性能、拍摄画质还有操作方面的升级，就像前代这几个附件外观上的差异一样巨大。如果您现在犹豫要不要升级到 Mavic 4 Pro， 如果您想了解它跟前代具有哪些升级的话，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猫本。Mavic 4 Pro 可轴向转动400多的三镜头云台，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蜻蜓脑袋？对了，它就是能转一圈还多。飞行的同时呢，云台进行轴向的转动，可以拍摄类似盗梦空间的这个视觉效果。我第一次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云台手跟这个飞手配合，拍出更有创意的画面。我觉得像这种小钻风式的拍摄方法呢，我觉得不一定是常态，但是它打开了一个无损竖拍的一个技能树。Mavic 4 Pro 它切换横拍和竖拍，只要拧一下遥控器的屏幕，就能跟云台联动进行这个无损的这个竖屏，很奇特一个操作体验。我从来其实都不是一个接受竖屏视频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横拍的竖拍它真的能够拉近天空跟地面的距离感，这个效果确实很独特，确实很迷人。我把更多的竖拍的素材放在节目的结尾，您就可以一起来看看竖起全屏，好好感受一下这种天地一体的构图的震撼。 Mavic 4 Pro 的这个云台的前凸的设计呢，可以让镜头的仰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0度，再加上相机本身的这个广角的视野，它飞行时候呢，不但能够俯瞰大地，还能抬头看天，可以拍山、拍云、拍高楼大厦，还有这种宏伟的建筑，航拍呢又多了一个视角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啊，就是它原本横拍的时候，这个横滚轴在转到竖拍的时候呢，它变成了俯仰轴，所以你在竖拍的时候呢，它镜头的俯仰有一定的限制，没法进行大幅度的缩影。所以呢，竖拍就是用宽的视角来换这个俯仰的运镜。但是如果你要是使用中焦或长焦的镜头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俯仰角就像我的演示所显示的，这个大概20度左右的这个俯仰角度它绝对是够用的。万象云台，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，就是摸得着的这个升级的变化。那现在我来说说 Mavic 4 Pro 它在上手飞过之后呢才能感受到的升级。 Mavic 4 Pro 的桨叶比 Mavic 3 Pro 更宽更长，在展开之后呢，翼展也比 Mavic 3 Pro 其实大了很多，驱动电机呢也比 Mavic 3 Pro 大了一圈，大叶片配大扭矩低转速的这个电机工作效率其实更多，在这个悬停和巡航的时候呢，这个电池表现也很好，这个掉电呢是非常非常平稳的，电池续航实测呢大概飞行的时间50分钟左右，51分钟，低空悬停时候大概45分钟左右，完全可以拍摄一条时空空间跨度都很大的移动延时。 Mavic 4 Pro 飞行非常平稳，这个螺旋桨在这个降低转速的时候呢，噪音相对柔和和安静，在升高飞行的时候声音特别不明显，这个大推力的推重比非常好，操作呢非常干净利索，整个气动布局平滑，在飞高速的时候 Mavic 4 Pro 极速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，这个速度基本上是大多数国家高速公路正在正常行驶的汽车的。落在实处上，就是我发现 Mavic 4 Pro 在飞行中的画面似乎比前一代更平稳，尤其是在使用中长焦进行长距离长镜头拍摄跟随画面的时候，飞行的手感跟这个云台画面上的这种平稳的持续的稳定啊，我觉得它是硬件跟软件这个飞行算法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避障的性能。 Mavis Pro 的避障在机身上呢有6个光学的传感器，再加上1个前臂的激光雷达，再加上机腹的这个红外传感器。光学避障呢它有暗光的功能，我在一个早晨几乎全黑的环境下，真的感觉像夜视一样的画面。但当时看的时候真吓我一跳，我觉得这东西真可以当夜视来用了。Mavis Pro 呢在右前臂增加了一个激光的雷达，能够在可见光非常低的情况或者绝对暗光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工作，再加上呢机腹上一对这个红外传感器， Mavis Pro 在暗光环境下自动寻迹返黄，每次呢都可以精准的落到我汽车的车顶，也就是它原来起飞的位置，丝毫不差。最后说这个画质，Mavis Pro 的3支镜头都可以拍10:42的 D-Log， 对，没错，是 D-Log 模式。三支镜头，它的色彩画面能保持统一。还原的 LUT 呢，您可以到 DJI 的官方网站去下载。您看到本期节目所有的实拍画面，都是素材直接套官方的 LUT 直出的原片。镜头呢，哈苏的主镜头 Michael Four Thirds 的 CMOS 等效焦距呢是28毫米。机械光圈最大光圈 F2， 最小光圈 F11， 最高可以记录 6K 60 HDR 的视频或者最高1亿像素的照片。中焦呢是 1.3:1 等效焦距70毫米，长焦呢是 1.5:1等效168毫米，中焦长焦最大光圈就是 2.8， 最高呢可拍摄视频 4K 的画质。咱们再看一看啊，同一场景 Mavis Pro 的画面跟前一代产品的对比啊，暗光的高感噪点是很有改善的。再看暗部的一个纯度，还有那种突然爆开的高光部分的一个层次，这一代的画质进步其实非常明显。而且你注意它，它的这个星芒看起来还挺好看。物理的竖拍，创作者他在拍摄画质上没有任何裁切上的损失。我在竖拍的时候来3张拍摄照片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细节炸裂的超广角照片。无人机说归到底还是一台会飞的相机。操控 Mavis Pro 飞行中的爽感有一多半是来自于它这个全新的遥控器所传递来的，别的不说啊，就这个精寸峰值亮度2000尼特的这个大屏，那亮度那色彩，飞手呢可以直接的感知到最终呈现给观众的画面，就是那种用过之后就再不想回去的爽。遥控器呢，开屏即用，收纳携带时候呢，这个摇杆会自动收拢藏在屏幕下边，你再也不用担心那一对细小的摇杆了，细节特别赞。大疆 Mavis Pro 呢，遥控器的操作逻辑，我觉得感觉就是把一个大屏怼在你面前，然后呢覆盖飞手的视野，然后飞手不需要看键盘，完全凭手感就能完成操作。像这个控制曝光，这个中央按钮切换曝光三要素，光圈、快门、感光度，然后呢再有这个有刻度的转盘来改变参数，还有像这个十字摇杆加上 C142 两个自定义键，让飞手单凭自己的这个操作习惯自定义键，还有这种十足反馈的这个物理的触感，就能实现盲操，你戴上手套呢也不是问题。还有呢，它是有2个发射天线，这是被特意加固的，打开之后正好呢可以变成一个遥控器的桌面支架。你看没有，细节满满的，全是细节。遥控器下面呢有全尺寸的 HDMI 输出的这个接口，可以输出实时的飞行画面。整个遥控器你感觉就是大即是美的设计语言。充电， Mavis Pro 的充电管家可以支持3块电池同时充电，使用240瓦的充电器，通过 mini SDC 的口用220-240的这个试电充电，3块电池充满只要1.5小时，充单根电池只要50多分钟，基本上可以实现无限循环再飞了。携带以前历代的 Mavis 这个无人机的原厂包，我都只是
有生之年见过两次，一次就是刚买的时候拆包装，第二次呢就是打包上闲鱼。我都一般会换一个更大的第三方包来收纳这个无人机，更方便。这次 Mavic 4 Pro 的包呢，我打算用起来了。你看啊，折叠屏的遥控器，还有紧凑型的充电管家，再加上折叠后更顺滑的机身，原厂包就已经很顺手了。它携带体积小很多，侧面的这个零碎的小细节，这个装这个小零碎的这种侧兜，哎，细节满满。唯一的建议呢，就是能不能把背带做成可拆卸的设计，然后呢后边再加一个挂扣，这样的话对于不背着走自驾的人可能更友好。其实包侧面再弄一小开口，让电池放在包里就能充电，那多方便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 Mavic 4 Pro 的升级是对每一个细节打磨的产物，是一个拿出来用才能感知到诚意满满的产品。如果你要光看参数，我觉得我的 Mavic 3 Pro 还能再战几年，但是您打算只要上手用我的 Mavic 4 Pro， 您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聊聊大疆的新品 DJI 的 Mavic 4 Pro， 如果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，欢迎下边给我留言。感谢收看，我是大马冒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